手机离奇停机，是谁在盗用自己的身份证和手机进行诈骗？新的手机卡补办完之后，老的那个手机卡就已经自动停用，所以说在有联系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就真正的机主就无法接听到那个电话。PS 照片移花接木，实施敲诈，犯罪嫌疑人讲述实情。我认识的朋友有一半是做这个的。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沪深股市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在今年的 CCTV 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今天我们来聚焦网络电信骗局。网络诈骗目前手段可谓是花样繁多，骗子呢会通过冒充熟人发送诈骗短信、网购等等方式骗取受害者的钱财。我们的记者在湖南采访时就见到了另外一种骗术，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今年2月22号，在株洲市发生了一起非常离奇的电信诈骗案。画面上的这个人名叫曾鄂辉，这天早上起床，他的爱人就不断地接到自己朋友的电话。就早上起来，人家打电话给我老婆，他说：“什么？你老公人家借3万块钱，我莫名其妙，我哪里跑进去借3万块钱？”更让曾鄂辉吃惊的是，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像这样说他借钱的电话就接到了几十个。这些人都说，他们接到了曾鄂辉手机号码发来的借钱短信，短信上还留着一个户名是曾鄂辉的工商银行账号。让曾鄂辉吃惊的是，这个账号根本不是他的，而且他的手机从昨天晚上7点左右就莫名其妙地停机了，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发短信。曾鄂辉认为自己可能遭受了电信诈骗，于是他急忙赶到银行，想冻结短信上那个写着自己名字的银行卡。我首先我就到银行里去了，也到银行里停不了，也到派出所，我还到了粤港派出所，到了粤港派出所，要到银行派出所去停这个账号，派出所也停不了。眼看着骗子正在用自己的电话号码和自己名字登记的银行卡进行诈骗，但自己却只能看着无法制止，曾鄂辉心急如焚。要我一个人陪他们呢，一个两个没什么事，无所谓。要是这么多打了几十个的话，我每个人赔这么多钱，我100多万，我那我肯定我自己也损失也太大了，是不是？曾鄂辉想不明白，骗子是如何把自己的手机卡停掉的，于是他也找了当地的移动营业厅。他说用身份证，一个假身份证开的停车号码，的名字都是我的，身份信息也是我的，相片不是我的，相片是那个骗子的，那个身份证的上面的骗那个。自己的手机被人莫名其妙的停掉，而且还用自己的名字办的假银行卡，不断的诈骗，银行无法冻结假信用卡，移动公司也无法开通自己的电话。面对这种情况，曾鄂辉随即报警。那么到底是谁将曾鄂辉的手机办理了停机呢？原来移动营业厅只检查身份证的外观来核实身份证的真伪，因此骗子用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补办了曾鄂辉的手机卡，新手机卡开通之后，旧的手机卡就无法使用。新的手机卡补办完之后，老的那个手机卡就已经自动停用，所以说在有联系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就真正的机主就无法接听到那个电话，而是嫌疑人接到这个电话。骗子就这样很快用假的身份证办理了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那么骗子又是怎么骗过银行工作人员，成功的办理了以受害人名字登记的银行卡呢？在接到了曾鄂辉的报案后，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很快，一个专门利用补卡业务诈骗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个团伙一共3个人，
当他们补办完手机卡后，就通过中国移动的客服号码10086来调取受害人手机的所有通话记录，并通过通话记录来确定诈骗对象。宾馆里出来的情况，三个嫌疑人的体模特大概都是30岁左右，他们三个是分工协作的。办理移动公司的补卡业务并不难，但是他们是怎么用受害人的姓名去办理银行卡的呢？通过调取银行资料，株洲警方发现这伙骗子竟然用假军官证办理了受害人的银行卡。假军官证上的姓名等信息都是受害人的，但照片却是骗子的。开银行，因为银行的话它有一个系统是跟公安的连接的，就是说如果他拿了个假身份证去开的话，银行的工作人员一扫描的话就可以看得到真实人的相片和真实人的信息，一核对发现不符的话，就发现这是个假的，就不银行就不会给他开。但这个军官证的话是没有联网的，所以说这样的话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容易识别，他开的话就更容易一些。株洲警方通过侦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由三个来自湖北仙桃的人组成，他们所用的诈骗手段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每次出发会事先伪造10多个城市的10多个受害人的假身份证和假军官证，每个城市只逗留2天。第一天下午，他们会用假军官证办理受害人的银行卡，下午6:30左右再用假身份证办理受害人的手机卡。即使受害人发现手机被停，但移动公司已经下班，只能明天再办。在控制了受害人的手机号码后，当晚这伙骗子就通过10086客服来调取受害人的通话记录。而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他们开始向受害人的亲友发送借钱短信。此时即使受害人发现有人冒充自己对亲朋好友诈骗，也没有办法阻止，因为移动公司没有上班。就这样，当受害人的亲朋好友上当并汇款后，骗子则通过银行卡迅速取走诈骗的钱财。骗子在一个城市得手后绝不停留，马上奔赴第二个城市，如此下来20天就能对10多个城市的市民展开诈骗。提前已经预谋好了这10几个诈骗点，对，以及10几个对象，对，然后已经伪造10几个对象的这个身份证件全部都已经做好的，基本上都是很有计划性的。这一案件引起了株洲警方的高度关注，因为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上看，只要他们掌握了任何一个市民的身份证信息，就能够利用电信公司和银行的漏洞对这个市民的亲朋好友实施诈骗。由于很多人不了解这种电信诈骗的手段，因此它的成功率很高，社会危害性极大。通过株洲警方的严密布置，终于拿到了这一电信诈骗团伙无可辩驳的犯罪证据。这是嫌疑人在取钱，工作人员在给他办理这个业务。对，嫌疑人说根本不用数，他不说话的，直接就说不用数了，对呗？嫌疑人拿到了2块钱，直接放到这个口袋里，直接离开了。最终，在取得了足够的证据后，株洲警方将这3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受害人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手机卡话费余额等信息，他们都是在网上每条花300元买的。所使用的假身份证和假军官证，都是通过网上做的假证件。骗子诈骗的手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作案手段也常常出人意料。在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手段之后呢，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就更加隐蔽了。比如利用伪基站发送虚假信息进行诈骗，就常常是让人防不胜防。在株洲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王德胜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刚刚捣毁的一个犯罪团伙的作案工具。你看这2个箱子普普通通的，但是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内容，我们打开看看啊。这就是伪基站，我们收缴的办理案件收缴的伪基站，这也是一台，这一台新式一点，这一台老式一点。王德胜说，有了这个伪基站，骗子常常用车拉着他在城市里四处游荡，只要这个伪基站一开始工作，就可以对附近300米和500米范围内的手机
在没有任何通信费用的情况下发送数量惊人的诈骗短信。这台机器我们经过检测已经发了500多万条短消息了。500多万条？对。它显示的然后这个号码是什么号码？它可以任意显示，它自己设定以什么号码发过去，对方的受害人这些手机上面就显示什么号码发过去的。最近几年，面对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形势，株洲受骗群众叫苦不迭。我们的这个案件的一览表。哦，案件一共是多少起啊？一共是780起。780起。对。诈骗的总金额呢？总金额这里有2500多万。2500多万。最大的一笔，一个案件就损失86万。这个被骗8、9万的、10几万的也很多。嗯，几千块钱的也有，你看下面的，10000的、几千的。这是今年1月到9月发生在湖南株洲的报案材料。记者也发现，780起案件几乎发生在株洲的各个城区。从涉案金额上看，2013年株洲已经报案的被诈骗金额高达3000万元。2014年1到9月，株洲市民已报案的被骗金额已经高达2600万元，而这一数字还只是株洲市民报案后被登记在案的。如果考虑一些市民没有报案，那么这一数字还会上升。我们感觉到电信诈骗最高峰还没有到来，可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我们这几年的这个数据啊，就说明这一点啊。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每年也就200-300起的时候，那时候早几年，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年可以说将近1000起了。据株洲警方透露，经过对最近几年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梳理，警方发现被骗的群众不断增多，被骗金额不断扩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骗子的手段不断出新花样。我们2012年搞的这个39专案，我们当时抓获的大量的是一个发射诈骗短消息的一些发射平台，他们使用的还是手机，使用的还是解码的电话卡。这从去年开始，我们社会上就已经很多使用这个伪基站来进行这个电信诈骗这个短消息的发送。不仅作案手段经常变换，犯罪团伙的数量以及涉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对一起案件的侦破中，警方发现当初锁定的团伙就像一片蜘蛛网。由最初我们掌握的2-3个窝点，后来慢慢的逐渐扩大，后来我们统一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掌握了15个窝点的具体位置。15个窝点还不是最终的数字，等到真正行动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实行诈骗的窝点竟然达到了23个。面对这么多的窝点，株洲警方组织了150多名警力对电信诈骗窝点同一时间展开行动。进来一个拐一个，进来一个拐一个。在抓捕现场，记者看到一些电信诈骗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有的把作案工具扔到了下水道里，有的则把作案工具扔到了楼下。他们分别啊租住在一些人民群众的家里啊，开一个什么房间呢、啊、有一些横向的联系，然后把一些作案工具放到房间里头啊，发射大量的诈骗短消息。这次行动共捣毁电信诈骗窝点2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4人，扣押作案电脑58台，银行卡200张，手机795台。利用假身份证、假军官证给你办理手机停机业务，然后再到银行用你的名字，用骗子的照片办理一个与你有联系的银行卡，这是一种新型的电信诈骗方式。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骗术更加离奇，您想理财吗？当心受骗。在株洲，记者见到了这样一个受害者刘先生，他所遭遇的电信诈骗更加离奇。今年初，他接到一个显示为成都的神秘电话，
对方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向他推荐股票。能够告诉我的股票100%上涨，就提前告诉你。哎，对，100%上涨，那确实，包括他就带我亲自操作的两次都是100%上涨。一般是涨多少？2%？就是5%左右，起码是5%左右，高的时候有6-7%。提前告诉股票每天上涨5%，100%的准确率，这让多年炒股的刘先生很是吃惊。他认为自己这次真的是遇到了贵人，因为按照这样的收益率，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够实现股市资金的翻倍，一年下来收益将会是个天文数字。他有可能这一部分人这个炒作是在这里做正规生意，那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搞那个生意，这个我都是相信有这个事情。于是他陆续缴纳了28,800元的服务费后，又用房子抵押贷款，准备在股市上大干一场。房屋抵押，贷款10万，啊，后来通过什么十来天或者半个月贷到了，我就跟他说，你钱到账了，然后跟他们操作。但这样的好日子只维持了3天，刘先生又接到了对方的电话。那客户里面有一个是，什么？中介费派过来卧底的，就把他们公司有些操作账号封了，就他们现在公司就是开会就是这样的，就要求就是客户就是把那个资金呢就入到他们账上去，就他们操作，就是给我们的承诺就是每个交易日，6%，就是返利润。他说这样的就是也是回报一下客户了。每个交易是按6个点，哎，对，那是很高的一个回报。按他那个打得到，确实打得到。由于相信对方能给自己带来滚滚的利润，刘先生毫不犹豫地把房屋抵押贷款、家里的积蓄以及找亲戚借来的1共20万元都打进了对方的账户。飞过去后才到了3月几号的时候，他是3月8号是约定返钱给我们没返。他就知道上当受骗了，那没办法，到约定还款日的时候就打不通了，头一天还可以打通。刘先生被骗走20万元后，家庭生活遭受巨大危机，夫妻二人月收入5000元，在养活一家四口后所剩无几，几乎没有能力还债，欠下的债务只能由亲戚承担。被骗子骗走20万后，刘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骗子为何能够提供100%准确的股票信息，而这正是他上当的关键。他们是说骗子公司，他也可以跟那个正规的公司一起，他们都是有可能，他是两套人嘛，说不定是一个班子，这都有可能。在株洲的调查中，像这样被骗的案例还有很多。而采访中，王德胜也告诉记者，在株洲，由于农民家庭财产较少，警惕性较高，也没有快捷的支付手段，因此被电信诈骗的很少，而城市中被电信诈骗的受害者被骗金额较大的，往往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市民。我们进行了一些统计，受害人当中女性大概占到70%左右，老年人占到70%左右。湖南的株洲市是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城市。而每年的电信诈骗案件，仅仅是市民报案的就超过了1000起，占到当地侵财犯罪的50%以上。更为可怕的是，电信诈骗案件的发案率以及被骗金额还在逐年上升。好，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手机离奇停机，是谁在盗用自己的身份证和手机进行诈骗？新的手机卡补办完之后，老的那个手机卡就已经自动停用，所以说在有联系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就真正的机主就无法接听到那个电话。PS 照片移花接木，实施敲诈，犯罪嫌疑人讲述实情。我认识的朋友有一半是做这个的。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欢迎回来。
在短信诈骗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这些不断用短信诈骗、不断攻击国内各个城市的诈骗人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从事电信诈骗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骗子又会藏在哪儿？湖南娄底市的双峰县位于湖南省中部。9月24号，记者一到这里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道路两边，当地政府树立的打击 PS 犯罪的各种标志牌随处可见。所谓的 PS 犯罪，就是指犯罪嫌疑人先选定身份为政府官员或企业负责人的受害人，然后通过 PS 技术伪造出几乎可以乱真的受害人参与色情活动的照片，以此威胁受害人交出钱财。调查时，记者还得知一个消息，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在全国都呈上升趋势，但在双峰受害者却并不多。一个双峰级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说出了其中的秘密：电信诈骗人员想要在双峰县骗到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双峰县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员太多了。我认识的朋友有一半是做这个的。以前是叫那个走马证。大概这个镇上有多少人在做这个行业？应该有几万吧。在株洲市第一看守所，记者见到的这个电信诈骗嫌疑人只有30岁，初中文化学历，但他却抓到了建设银行的漏洞，通过电信诈骗让很多市民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让自己本来就欠债，欠一些外债，欠好多了，所以没办法，想走一条捷径的方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强表示自己一直没有工作，而且吸毒，离婚后欠下了10几万元的债务。当他看到自己身边搞电信诈骗的一个个富裕起来后，他也动起了诈骗的心思。人家看到人家又买车的又买房的，是吧，肯定有点眼红了，然后就看到人家是怎么弄钱的，是吧，知道这方法的话，肯定自己也有想法吧。刘强告诉记者，别看双峰县经济水平一般，但是你去看看农村里的房子为什么修建得非常漂亮，原因就是这些房子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靠诈骗骗来的钱修建。在当地，一个人通过电信诈骗骗到的钱往往就会影响一家人，而一家人诈骗成功以后，往往又会带动更多的亲属。欠了一屁股债的刘强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开始学起了木马和病毒。搞了一年多啊，正为这个事搞了一年多，就专门研究这个程序设计。对，因为当时加上吸毒了，没办法，就是天天就是昏天暗日的那段日子，又要被人逼债，没办法，所以天天就摸着电脑，下了毒之后就拿着电脑玩吧，然后听人家讲这些事情，又在网上搜索这一方面的资料吧，所以就慢慢的形成了，就想弄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独一无二的了。人们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是最好的了。一年多后，刘强开始买来各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进行各种测试，希望能够找到银行的漏洞。也是那一天，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灵感一来啊，看到这方面的漏洞。刘强告诉记者，他对银行的超级网银业务跟踪了好长时间，为此他专门设计了木马病毒。通过测试，只要受害人点击了这种被以小额贷款名义伪装的木马和病毒后，再在他们的诱导下输入受害人的姓名和银行卡号等信息后，这种木马和病毒就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顺利地把受害者的银行卡和骗子的银行卡绑定，并通过第三方支付来盗走受害者卡上的钱。我也跟我朋友说了，很多朋友都讲过，我说我做了一个东西很好，很容易不被对方发觉，就可以弄到钱。他们是怎么样反应？他们都不敢相信，没人敢相信。后来我说可以做测试给他们看，后来有人，反正我们那个地方好多人都知道我有这个东西嘛，就是都来找我。
我说要不给他们用，后来我说要买我的。由于其他的电信诈骗人员不愿意一次性买断，因此刘强只能选择和别人合作的方式来实施诈骗，骗取钱财。刘强透露，在湖南双峰想找到从事诈骗的合作伙伴并不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强与另一个主犯一拍即合，他们共同编织了一张网，诱骗受害者点击他们的木马，从而获得受害者的建设银行卡的信息，转走受害者在建设银行卡里的钱。在这些被骗的钱中，刘强可以分到10%，事实上很快他就分到了14万元。多长时间赚了14万？2个月不到，45天。45天，我总共就做了45天，跟他们合作了45天就没做了。在长沙第一看守所，记者还见到了刘强的一个同伙，他今年32岁，家里有两个分别为6岁和8岁的孩子，而他之所以加入电信诈骗团伙，就是被他的亲弟弟介绍加入的。完了也是出于对弟弟的信任吧，对他们的信任，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多加考虑，就这样去了。他们有告诉过你，你弟弟有告诉过你说这个是不合法的吗？他们肯定不会说了，他们不会就是说故意来害姐姐，是不是？我家里也有两个孩子在家里。赵丽告诉记者，他在这个团伙中主要负责的就是用银行卡取出被骗来的钱，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也分到了将近3万元，但被株洲警方抓获，面临法庭的审判后，他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现在你们这个案子也开始开庭审理了，有想过自己可能要被判几年吗？现在在想什么呢？现在最想的是什么？回家。什么？最想回家。你们可以帮我吗？我家两个孩子没人照顾。在调查时，记者了解到，湖南双峰县很多年轻人从事电信诈骗，是从以前做假证发展起来的，后来逐渐演变到电信诈骗。而最新的骗局则是通过 PS 色情照片来威胁全国各地的受害者。那么在当地，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诈骗产业呢？不是，当地一个月挣个2000块钱3000块钱应该还是挺容易的呀。像80后这一代人，谁吃苦1-2000？刘强针对银行制作的木马病毒，株洲警方已经及时的通知了银行，目前银行呢已经修补了自己的漏洞。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是一项持久性的工作，各种诈骗的手段不断翻新，就像是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来一茬。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广大群众，第一，不要轻易相信来电号码，因为大量的案例显示，电信诈骗分子可以轻易的通过技术手段来伪造任何来电号码。第二，当接到公检法人员说自己涉嫌各种犯罪的电话时，不要轻易相信。第三，管好自己口袋里的钱，不要轻易的打款给所谓的安全账户。第四呢，在向陌生的账户汇款时，一定要和对方通过电话直接语音沟通，或者是见面交流，并且最终确认汇款行为没有问题的时候再进行汇款。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